马格林大家接着逛，挨屋挨屋走啊。这家不能有什么瓷器。上这家看看，这家也不能有什么瓷器。这是真正的清代的官员的夏帽，夏天用的，冬天是那个黑的边那个宽边那个，夏天就像这个像斗笠似的草帽似的。你看那个顶着红顶子，红顶子红珊瑚的二品文官，这是老林馆，老林馆上头这个箍，你看后面是马尾，马尾这是孔雀翎子，孔雀翎那个两个眼儿啊，双眼花翎的那个文官它非常少，一般都是中堂才能配双眼花翎，像李鸿章、李中堂就配双眼花翎，这是一个，这东西特别少见。一品二品是红顶，三品四品是蓝顶，五品六品是白顶，七品八品九品是金顶，黄顶子，九品十八级，材质都是不一样的，一看这顶子就知道什么级别的官员。而且上面那个从那个官员的制服上看，那个补着的文官是飞禽，武官是走兽，对不？看那鸟的那个姿势就能看出来是极品官，对不？所以过去说那个衣冠禽兽现在是个坏词，是个贬义词。过去是衣冠禽兽是好词，不好意思，衣冠是指官衣官帽，衣冠禽兽就是飞禽走兽。哎，文官飞禽，武官走兽。你这个蝙蝠怎么卖？2500名人的，老的。谁的？谁哪个名人？你看什么梦什么树？不用好吗？兄弟，好好叫我。这对民国商务红的盖缸，全品的吧，一点毛病没有，拿了，买了。行，你给我包起来吧，这个。买东西太多，你不排下来。这是从国外拍过来的冰梅，你看那肯定是那国外的，全带盖，全是大高个细高条，这是小康的。这是济南的宝石蓝的16吨，这个笔筒漂亮，这个笔筒是还是一个玉璧底的，这人物的啊，人物的级别高，路很高。这是一个六方的一个小水鱼，这是豆青，对，豆青开光，六开光，这是有花卉，还有，对，变形龙，这玩意儿也完整的，这四件东西都拿了，啊，我光瓷器我这个，我卖了两大箱子，这个小笔筒，小康防老康，你来了，小笔筒拿了。行，哥，给我包起来吧。你家东西，这几个瓷器，你瓷器都卖了了？卖一半了、哦，就这两天卖的啊、哦。这大罐怎么卖？那个一万多。这一万五啊、哦！啊，多少钱？一万五啊、哦！啊，一万二。一万二啊！啊。啊。你要是坐下来是吧？我东西有千把块钱的，你能收我几件？什么玩意儿？昨天来什么玩意儿？收什么？我昨天我都卖了。卖啊，那个没有毛病是吧？没有，你看。行。一个大济南的香炉，买了。哎呀，这没。哎呀，这给我包上。好好包啊，包不好不给钱呢。